诸位，距上元节还有3个月，1个月后将举行登台的初步遴选。各位，可都做好准备了呀？明日陆郎君让全教坊的人都去试弹那把凤颈琵琶，我们回去好好准备一下，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。我是弹乐琴的，那与我何干啊？郎君说了，无论主奏乐器是什么，都可以去试弹。 据说已经试过好几个人了，都弹不出原味，都弹不出原味。陆景，不就是他？我的琴，你无福消受。郎君，我们费力拿到凤颈琵琶，没想到始终没人能弹好的。上卿，通知右教坊所有的乐人，无论主奏任何的乐器，明天集体试弹凤颈。 我一定要找出适合他的人。上元节的舞台，我必须要登上。